大家好，我是黄琳，今天来简单介绍一下台版即将时装的新功能巡游。首先因为我超现实，所以呢直接看奖励。现在画面上是日版奖励，巡游最大奖励是专武球、突破戒指跟辉光水晶球，其他还有部分角色记忆碎片、觅食公主心碎片、公主宝珠、原矿、经验药水跟强化石。这些奖励一季会更新一次，只要你有正常玩，随便玩都可以把这些奖励全部带回家，不会有选择困难的情况。问就是奖励我全都要。知道奖励之后，简单介绍一下玩法。每天会给玩家两个骰子，让玩家前进，走到不同格子有不同效果。游戏有一种上面有写 M 的币，这个币可以在特定场合买料理或是道具，料理会让玩家拿到特殊状态，像是下次丢骰子一定会丢出6这一种的。而道具的话，在通关结算时会变成可以买前面说的那些奖励的币，这边称之为巡游币好了。走地图走满一圈之后，遇到花岭就会把道具结算成巡游币，然后呢走一圈使用的骰子数越少，奖励也会越好，就是巡游币也会越多。不过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只要你有正常把骰子花完，每季都能把所有奖励都买完，所以呢玩起来不会有压力，随便玩也可以，就是 CY 弄了一个小游戏要送你资源就对了。然后补充一下，骰子不用当天花掉也行，有没有上限我不太确定啦，我自己是每天都会花完，反正各位有空就丢丢骰子，把奖励买完之后我记得是可以囤到下一季，大概是这样，祝各位游戏顺利。OK，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影片可以点喜欢、订阅并分享，然后要开启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本频道的通知哦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Goodbye。